现在这一趴是面子之争，对，对，已经不是别的了。两队到现在都还没有进入奖金挑战赛，因为我看一下时间，两队一定只有大概算时间只够一队下来参加最后的奖金挑战赛，没错。有没有什么话要激励一下自己，或是呛对方的？我一定会赢的、啊。好，一定要赢，你就是小看他们就对了。对，我第一次来，我不希望是最后一次来。哦，这样吧，OK， 要玩到来一阵。我一定要血池，我如果输的话，现场福利挺身20个。哦，好，这人家讲到这样没有反应，对，20个，那我就做21个。哦，我就这样 ，OK， 硬是要比我好，感觉都没有什么信心哦。真的，好，加油！那你们是谁参加？我去好了。好，李毅 ，OK， 那你们这边，我来血池一阵。好嘞，决战60秒，李毅请。来，准备，请。3, 2, 1。灰姑娘乘坐的马车是什么蔬果变的？南瓜。12生肖中虚构的动物是什么生肖？龙。足球、篮球、棒球，哪种团体运动的人数最多？足球。你讲快一点啊！有枫叶之国的美誉是什么国家？加拿大。第一位规划中华民国国籍的篮球员是谁？戴维斯。12减5乘以4等于多少？28。美国太空总署的英文简称是什么？ NASA。 郑愁予的新诗中，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什么？放弃。篮球规则中，发球后几秒内要将球运到前场，否则违例。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是什么沙漠？塔克拉玛干沙漠。观察树木的什么地方可以知道树的年龄？树干。西瓜、草莓、香蕉，哪一种水果是长在树上？赶快，最后一个。西瓜。好，来，时间到。树上。来来，李毅，来来来。西瓜。你们家西瓜底下。你们家西瓜是在树上。来，李毅，来来来来。没有，我听错了。你前面很强哎、欸，前面超帅哎、欸，前面还要加速哎、欸。OK。好，来，那、最后是7题，一阵最少要7题。加油，加油。来，请，准备啊，开始。3, 2, 1。中华民国国庆日是几月几号？10月10号。水的沸点是摄氏几度？100。台语崩拉兼塞口是什么意思？一兼二顾。肝脏、肺脏、肾脏哪一个不是人体中成对的器官？肝脏。三角形的纸剪去一个角之后还有几个角？2个。海绵宝宝在卡通里的工作是卖什么汉堡？放弃。野火烧不尽，下一句是什么？钻木取火神。哆啦 A 梦中大雄书桌的抽屉有什么道具？放弃。美国第一位非裔总统是谁？非洲奥巴马。网路用语生七七代表是什么意思？生气。请排出博士、学士、硕士的先后顺序。啊？没听懂。博士、学士、硕士先后顺序。学士、硕士、博士。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杜康指的是什么？好，时间到。药。酒啊。999。杜康啊。来，一阵请回。OK。也很厉害哎。好，不过也算蛮厉害的。来，我看一下一阵答对几。哎呦，八比七，立刻李毅。血池神功，血池啊！可以看到21个福利，21个福利挺身。来，我进一段广告，在广告时间呢，我就看着李毅做21个福利挺身。来，进广告，来，李毅开始。加油！好，欢迎回到台视1CQ的现场，现场是陈立跟一正两个人进行的奖金挑战赛。不过大家也要作证一下，帮李毅掌声鼓励一下。是是是。刚才那个广告说，哎，而且他伏地挺身是脚是站在台上，更难度更高。哦 ，OK， 好吧，律师见证，没错，你做完21个。OK， 好，陈立，会紧张吗？会啊，会啊，还会啊，是，都已经下来过了还会。OK， 好了，放轻松，好吧 ？OK， 一样，前四题有一个求救。OK， 好不好？ Okay. 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了啊、哦。好，来，小学官，第一题，请问童话故事里面，白雪公主吃了坏皇后送的什么陷入沉睡？烂草莓、臭豆腐、毒苹果、酸。
酸牛奶，请作答。毒苹果。确定？确定。毒苹果，标准答案。是杨秀慧。啊？臭豆腐很好笑吗？哪有人家那吃臭豆腐的啦？你干脆叫他吃卤肉饭算了。他还有家庭挂念呢。对啊。不是，我都不愿意讲。你知道刚才我们在播的时候，网友在讲什么吗？讲什么？网友说。杨秀慧是那个身上那是床单吗？床帘，这是床帘。哎，这个很灰心啊，不好。哦，对，我没有帮你解释，是那是如飞选，好不好？谢谢。OK， 好，那陈婷过了第一题，放轻松，好不好？来第二题，请问天上圣母是哪一位神明？祝生娘娘、观音菩萨、王母娘娘。妈祖，请作答。妈祖，确定？确定。一阵，你有不同的想法吗？你的表情，你的表情，他已经说很确定了。你有不同的想法？我希望他知道我的本名。啊，你的本名是？我必姓王。所以你觉得是？王母娘娘。王母娘娘。社会，拜托，三岁小孩都知道妈祖嘎嘎。以前好像以前有一部剧就是这样子啊。好，陈婷，所以陈婷刚岔了一下，妈祖，标准答案。还好是陈婷下来。OK， 要不要换？过了，换，来，一阵，你就是要我来紧张就对。OK。好，那我们因为现场最后的时间，如果要是达到最后我们节目时间的话， okay. 到哪一题，所有的网友就以你们现场的那个时间的那个奖金 ，OK， 所有的来分，好不好？来一阵，有一个求救机会，好，对 ，OK， 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来第三题，请问我们台湾小吃恰米，那个恰大是什么意思？制面的动作。切菜的声音，蒜面的声音，发明人的小名，请作答。蒜面的声音，蒜面的声音，确定 ？OK。陈婷有没有不同的想法？猜阿明一样，所以就是那个面捞起来在面。对。哦 ，OK。对，不是切菜，不是。蒜面的声音，标准答案。Yeah。OK。好。过了三题了，接下来第四题过的话就是中学关过了 ，OK， 然后再来就是大学关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来第四题，对花莲熟吗？我是花莲人，你是花莲。而且答错是过了，而且你还有一次求救，不用担心。过了。请问下面哪一个不是花莲的旧称？奇来、他里雾、回兰。重摇，请作答。哦，这个有难度哎，我只知道一个是哎，它答案是不是哎？我求救 ，OK， 来，天使召唤还是魔有救援？天使召唤，小 Q， 嗨，好，来到你的偶像了哦，来，小 Q， 告诉一阵，你觉得花莲，他是花莲人，他刚很有把握，但是他不知道，给他建议。好的，第一题的答案就是字数比较多的不是花莲的旧称哦。小 Q， 你说的太明显了。OK， 好，来回到我们的提示，你的答案是，谢谢小 Q， 他礼物，确定？确定。OK， 你刚才说你知道的一个是哪？回兰。OK， 回兰大家都知道，对。然后回兰、奇来、重摇都是，他礼物是。云林斗南 ，OK， 所以他礼物不是标准答案。谢谢。OK， 好，我们时间剩下最后的一分钟，大概就进行到这一题。OK， 来，谢谢。哎，其实刚才那题妈祖那题还好是陈婷回答，真的，如果是一阵的话，然后很快就直接跟你讲说确定。那就差一站了。我在想，哎，奇怪，我打刚那摆，看有唔对。OK， 给你的信心。OK， 好，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，当然现场也非常谢谢北屿女中篮球队，还有我们嘉兴国小获得10万块奖金，恭喜！希望能获得更好。
好的一些成绩 ，OK？ 那也非常谢谢所有观众朋友你的收看，不要忘了每个礼拜天，每个礼拜天晚上八点钟，台视一期 Q 见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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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你们下个礼拜还要再继续参赛吗？谢谢，谢谢，好棒哦，好激动，谢谢，压力太大了。